你好，欢迎你收听大观演绎，我是 David。 嗱，咁今日咧就喺呢个历史随想英国系列第二季第八集。咁本集咧，我谂对于即系读历史嘅，即系或者中意听历史古仔嘅咧，整体标题就会兴奋嘅，讲呢个 Battle of Agincourt 阿金富尔之役。咁啊，呢场战争咧就系、是、英法百年战争里边咧其中一场重要战争。咁啊，而且呢场战争咧最重要嘅嗰个位咧就系、是、英国赢到尼洪尼纳嘅，吓、啊、系而且以少胜多嘅。咁啊，即系一阵间我会详细提啦，吓、啊、即系详细啲提啦吓。咁、啊、但系今日其实攞呢个题目嚟讲咧，又系有几分标题党。咁因为咧，讲战争，但系我呢一次嘅 focus 唔会系喺呢场战争嘅经过。或者亨利五世，我经常称佢为一代战神，或者用战神亨利五世。其实嘥即系OT 咁讲一讲啊，即系 off topic 咁讲讲啊。呢个名嘅战神亨利五世其实系抄袭自一个戏名嘅，咁啊系好多年前咧，应该80年代啊，响香港上演过嘅戏嚟嘅。咁咧就系阿 Emma Thompson 同埋佢嘅老公嗰阵时未离婚嘅。阿 Karen Brandy 啊，就系依几年前咧做《东方快车谋杀案》里边做 Pelow 嘅嗰位，即系做主角嗰位，佢嗰位系好出名嘅英国演员兼导演嚟嘅。咁但系其实嗰出戏咧就系、是、叫《亨利五世》，英文就咁 Henry the Fifth， 因为佢其实系将沙翁Shakespeare 嘅 Henry the Fifth 咧就搬上银幕。咁但系香港译咧就加多两个字，就叫战神亨利五世咁样嘅。咁 anyway。我呢一次咧，唔会花时间喺 Henry the Fifth 嘅嗰个战争能力上面，佢嘅指挥能力上面，当然好出众啦吓，亦都唔会花时间讲述嗰场战争嘅经过。我反而更加有兴趣嘅就系喺英法呢两个国家个底层逻辑嘅分别，而造成嘅两个能够投射到军力嘅分别。即係一啲更加底層嘅嘢，而唔係睇呢啲所謂戰略戰術嘅嘢。咁所以如果你係軍迷咧，就可能會失望。不過如果你係一個同我一樣嘅歷史 L 咧，咁你可能會有興趣。咁就係咁樣啦。咁咧今日咧，我哋會咧先由先好簡單咁介紹呢一個阿金富爾之役啦，然後我哋會介紹一下英法兩國嘅實力對比啦，然後就會引出一啲嘅問題啦，然後由啲問題裏邊。去揾一啲嘅答案，就係英法兩軍裏面點解英軍除咗戰略戰術啊、運氣啊呢啲嘅成分外，佢仲有啲乜嘢比較唔係咁偶然嘅因素咧？咁然後最後就一啲係後記，就係、是、咁法國後來有冇 catch up 到咧？咁樣係點樣 catch up 嘅咧？咁樣咁我哋都會即係討論下嘅。好，咁我哋先咧簡單咧介紹下呢場戰爭嚇，呢一場仗啊，阿金富爾之戰。咁阿金富爾之戰咧，係喺1415年10月25日喺 Agincourt 呢笪地方法國北部發生嘅。對陣雙方咧就係英軍嚇，由亨利五世帶領嘅英軍對咧法軍。咁但係法軍就唔係由國王帶領啦，因為國王咧阿查理六世咧就據聞有精神病嘅，咁啊冇辦法帶軍隊，咁就由佢下旗下嘅貴族嚇，兼 Constable 嚇 Charles the Albert 嚇 Charles the Albert 去帶領嘅。咁雙方咧嘅軍隊咧嚇，究竟呢場仗個簡單嗰個起源係點咧？咁樣咁啊，1413年咧，英國亨利五世咧就成為咗新嘅國王嚇，繼承咗佢老豆。咁啊，佢繼位之後咧，為咗要搞掂國內裏邊嘅一啲嘅混亂咧，咁啊，第一佢平咗亂啦，但係第二如果要增加威望嘅話，同埋增加錢嘅話咧，咁當然就對外徵伐。咁亨利五世已經見到佢，即係人哋已經知道佢個軍事才能。咁佢咧就先係咧喺1414年咧就同法國講，就話第一你欠咗我錢未還，第二咧就係咧我要你將我嘅領地以前嘅領地阿基達啊咩還俾我。咁經歷過一輪冗長嘅談判咧，大家談判破裂。咁於是乎1415年咧8月咧就帶領軍隊咧去通過開完議會嚇之後咧。就带军队过去吓、啊，跨海长征，咁啊大概12000人左右，咁啊去到之后咧就先打冧咗，即系先包围呢一个嘅沿海城市 Halfer， 咁啊 Halfer 吓、啊，大概咁读啦吓，咁啊
包围咗呢个城市大概两个礼拜到咧，就终于喺九月份攻落咗呢个城市。啊，唔系包围咗个几月啊，个几两个月就终于打落咗呢个城市。咁但系一个进展就比佢预期慢。咁所以佢当佢用咗两个礼拜时间咧，去大概去即系接收咗城市之后咧，咁佢唔想咧就咁攞到一个城市咧就撤兵，因为当时已经系去到十月初，十月初天气开始冻，如果一冻嘅话就唔系打仗时机嚟嘅。咁但系佢唔想就咁样空手而回咧，于是乎佢想引战嘅，其实咁啊特登咧先将军队搬过去，由即系法国嘅算系半西北啦吓。穿过中间咧，要穿过正北嘅地方，去到法国最北部其中一个城市卡罗尔嗰头，就响嗰头咧系英国响法国嘅一个桥头堡嚟嘅，咁就谂住喺嗰度过冬吓，然后过完之后再打落去。咁响调动过程当中咧，法军咧就去阻截，咁结果双方就喺 Angicourt 嗰度咧就展开会战。咁嗰一日咧，英军咧大概咧当时咧总计啊，因为虽然有12000人，但系佢要留低大概4000-5000人去守佢第一个攻落嘅城市，咁所以佢真正带到嘅军队大概系6000-8000人到。而6000-8000人咧里边咧有1000人咧系 man at arms， 即系一啲嘅重装步兵或骑兵啦吓，咁加埋嘅剩低嗰啲咧就系6000-7000人嘅就系长弓兵，英国嘅特种兵种，射程超长。射程超长啦，穿透力超强，对付板甲武士系相当有效嘅一支部队嚟嘅。咁另一边咧就系法军，咁法军规模大好多，大概2000-3000人。咁咧约莫有几多咧？有10000人嘅 man at arms， 又系呢啲嘅所谓重装步兵或骑兵啦吓。咁啊大概有4000-5000嘅十字老兵。咁另外咧，再配多10000人嘅骑士，连埋佢哋自己嘅随从兵，即系因为当时骑士唔系净系单纯骑士，骑士有一堆随从喺度嘅，同埋一堆步兵仔喺度嘅，咁夹夹埋埋就25000-30000人之间，嗰条数就唔系好实嘅，咁就由几个贵族带领。咁呢场仗咧举行嗰阵时咧，亨利五世咧就精明地即系将嗰个阵地咧自己占响高地，然后咧就特登前面一堆泥泞，咁佢整咗防马山，即系防住呢个贵族老爷冲锋吓，对手嘅骑兵冲锋，咁佢咧就将自己嘅长弓兵埋伏喺后边。咁法军咧见到英军个数量咁少，而且如果纯以重装步兵同重装骑兵计咧，个装备差过佢哋自己嗰班咧，咁于是乎冲锋陷阵。咁但系因为嗰个前面一堆泥泞地，因为朝头早落过雨，咁所以呢啲咁嘅重装骑兵、重装步兵一冲锋咧就啜住喺个泥度就行唔喐，咁于是乎咧就俾长弓兵练靶，咁呢场战争个结果都系相当惊人嘅，咁就英国大胜，英国只系以6000-7000人，即系只系以伤亡600人十分一嘅代价，消灭咗法国过去一半嘅军队，咁啊呢一场就系一场大胜。咁呢个就係简单啊亚金富尔战争嘅经过。咁之后亨利五世当然就喺法国嗰度即係可以话係本来喺百年战争里面英国本来已经处于劣势。咁但係亨利五世一手挽转调转咗嗰个势头。咁呢个势头要直到去到咁亨利五世过咗身之后就当然冇办法无以为继啦。咁但係呢个就后话啦。咁好啦，我哋跟住呢就可以先去为英法两国数数花。睇下佢哋即系到底有几大分别？点解会做到咁嘅战果咧？咁样好，咁我哋等我哋咧先咧呢个咧比较下数下花两个国家嗰个嘅国力嘅对比先，然后咧再睇下咧有冇啲 QK 嘢我哋系可以发觉到嘅。咁首先我哋比较人口，响当时嚟计咧，大家都经历过黑死病噶啦。咁之后呢英国个人口呢喺1415年，呢个当然系好多史家用各种方法估计，都记住系估计下。因为好多数字中世纪好多文献系唔准确，亦都即系冇记录添。因为嗰个年代唔兴系咁样数字管理，或者就算系数字管理都好鬼乱嘅嗰啲嘢。咁但系即系综合唔同嘅可以揾到嘅史料啦，即系我咁样讲啦，咁佢哋嗰条预计嘅数字啦，咁喺1415年呢英国嘅人口咧，大概系250万左右，而法国嘅人口咧
是1500万。OK， 嗱，记住呢条数吓，人口英国250万，法国1500万。好啦，土地嘅面积咧，英国当时嗰个面积咧，大概咧就系151000平方公里，而法国咧系551000平方公里。嗱，又记住咯吓，面积一个系得151000，一个系551000，啊，相差都系几倍嘅。咁呢，而如果计呢一个嘅人均嘅 GDP， 嗱，记住啊，呢啲嘅 estimation 呢係估嘅咋吓，因为当时系冇 GDP 呢个概念，亦都唔适用嘅，当时啲经济唔同依家嘅经济。咁但係用尽各种嘅方法去做嘅推断啊，我见嘅史料拉拉埋埋大概点呢，英国嘅人均产值呢，啊，大概啊，如果以1990年嘅美金嘅購買力嚟計算咧，就大概一年$800人均嘅產量產能，而法國咧就大概$900。OK， 咁啊記住條數咯。咁所以如果你咁樣計嚇，英國嘅人口係250万，法國嘅人口係1500万，而平均人均嘅呢個 GDP 產值就英國係$800，而呢一個嘅法國是$900。咁所以如果咁样 cross 落去条数咧，英国响1415年嘅 GDP 咧，预计啊大概就系$2,000,000,000左右吓。咁啊，而法国咧就系$1,350,000,000左右，系以1990年美金计算。啊，呢个就系一个好粗略嘅估计啊。咁但系你大家如果一眼睇落去，你就会发觉，哇！喂，唔係讲少喎，法国其实如果真係以整体国力嘅强过英国 N 倍喎。人口法国係英国嘅6倍，面积係英国嘅3.65倍，人均 GDP 係英国嘅1.125倍，而呢一个嘅 GDP 就係英国嘅6.75倍。喂，大佬咁相差咁鬼远嘅。咁但係居然唔係由法国跨海去进攻英国，而是由英国跨海去进攻法国。这个是一样很有趣的东西。而另外有一些 figure 呢就更加有趣了。当你想想英国250万，法国1500万，英国要客场作战，所以带的军队是有限的。那英皇都凑到12000人出来。那但是法王呢，法国的军队没错，他是多过英国嘅呢个即係差唔多一倍到啦，即係英国12000，当时法国动员嘅兵力20000到30000。嗱，如果以一场仗，我哋唔可以当係一个嘅决定性嘅话，我哋不如呢就以成个8年战争啊，係喺英皇由呢一个嘅爱德华3世差唔多开始，一路到落去过咗亨利5世，唔知亨利6世定咩先收科嘅。持续100年嘅战争里边，吓，法国能够动员到最大规模嘅一次，大概30000人；英国最大规模一次就大概15000人。咁倍数咧，就即系话法国能够动员到嘅军队系大概英国嘅一倍到，吓，最大嘅倍数大概一倍到，总动员嚟计啊。咁但系你谂下，法国系英国人口嘅6倍。而你只能够动员到英国1倍嘅嗰个嘅军队，即系话你嘅动员力咧，其实得英国嘅1/3。唔好忘记，按道理你嘅产值都高过英国成6.75倍，但系冇理由你点解会咁呢？呢个系咪大家发现到第一动员嘅能力双方好大分别？甚至你可以话，既然英国已经凑咗支军队过嚟法国度打交，你法国仲系主场作战？你是不是应该要动员，就可以动员到更大的军队，直情将英国包搞咁包围歼灭呢？咁但呢件事并冇发生。呢，件事要发生要等到好后，要后期啲啦。咁呢个就係到后尾尾结尾嗰阵时候我会睇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嘢更加有意思嘅就係，军队啦，当时军队呢主要都仲係嗰个年代都仲係封建制度。但封建制度当中，英国就已经开始步入早期现代嘅军队，慢慢步入紧，未步入晒，开始步入。法国都仲系以封建军队为主，咁所以咧，军队嚟计咧，如果你系封建部队咧，就贵族老爷自己负担自己啲人
嘅軍響啊嗰啲嘢，咁所以咧，而嗰啲軍隊裏邊，如果你話做步兵嗰啲，多數都係貴族老爺嘅自己嘅手下嘅佃農啊、工人啊、啲士兵嚟嘅，係佢平日係佢自己莊園嗰班嘅農奴嚟嘅。咁嗰班友咧就冇所謂出唔出糧嘅概念，咁英軍就相對有出糧概念嘅。咁但係大家以出糧嚟計嚇，英國咧出嘅糧咧就大概咧係以呢個三到六個便士一日咁上下啦嚇。咁三便士就係俾呢個即係最平嗰啲嘅 foot soldier， 六個便士咧就係俾長弓兵啦，即係特種兵啦。法國就冇乜特唔特種兵嘅，咁法國因為一係就貴族老爺帶住嘅佢自己嗰堆步兵，一係你話真係招募嘅嗰啲，你要記住喎，嗰一萬嘅重裝步兵都係貴族老爺嚟噶，所以真真正正招募翻嚟嘅大概就嗰四五千嘅工兵，嗰啲工兵係普通嘅弓，唔係長弓，或者係弓老手嗰啲嘅射程係短過長弓兵至少短一半啊，或者。甚至短三分二都唔出奇。咁嗰扎人嘅嗰个薪水咧，就大概只系等于英国嘅最低嘅嗰个薪水啫。即系你都系算系特别兵种，但系你嗰、你系攞唔到高人工嘅，你只系攞人哋最低工资嘅啫。咁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如果你一睇完之后，大家就会有好奇怪嘅分别。有乜理由以法国嗰个整体财富应该吓，同埋整体嘅人口远超英国？点解既动员得咁少人，同时找人哋嗰条数找到咁鬼低，啲人工咁差，咁呢个系咩原因呢？咁我哋跟住咧后边就可以开始好多问题可以去问啦。咁首先咧，我哋讲咧最大最大最根源嘅分别，一句一言以蔽之咧，就系咧英国同法国最大嘅分别就系法国仲系一个好典型嘅封建社会，而英国已经唔系啦。咁一个典型嘅封建社会，好似法国咁系点咧？咁样？咁咧冇错就系一个人身依附嘅关系，咁咧就法国吓个社会结构就系国王最高啦，咁啊分封咗啲地落去俾大贵族啦，咁大贵族下边又有一啲地分落去俾一啲小贵族啦，咁然后咧都系养住一班农奴咧嚟 serve 佢哋。喺法国里边咧，自耕农啊，即系自由民咧系少嘅个比例，主要都系由呢啲贵族庄园组成。城市唔系冇啊，好似巴黎呢个大城市，但系占住嗰个国家个比例相对亦都唔及得上英国。而当你响一个咁嘅封建社会之下咧，法国国王如果要动员军队咧，就一定要同大贵族去商量，咁变咗就由大贵族话事，佢肯就肯，唔肯你冇佢付嘅。咁好啦，征税都系一样，如果我要开征新税嘅话，亦都系由法国嘅嗰班大贵族同国王倾。咁大家咧就差唔多半平等状态，如果佢哋唔肯，亦都冇佢付。更何况好多呢啲嘅法国大贵族啊，无论系阿基达公爵啊、诺曼第公爵啊、安茹伯爵呢啲，佢哋差唔多一个半独立国家，佢哋只不过名义上尊奉法王啫。咁所以咧，佢哋唔一定有义务要听你之笛，甚至就系如果你逼得佢太尽咧，佢即刻反叛你。而法国经常陷入内乱，亦都系呢个原因，所以佢动员嘅能力已经系好差。咁就算法国大贵族肯咧，佢都未必动员得到咁多人，因为当佢响自己领地动员嗰阵时咧，咁佢咁多庄园系需要劳动力嘅，而 foot soldier 即系一啲嘅兵，所谓炮灰兵啊，基本嘅步兵咧都系炮灰兵嚟嘅。炮灰兵嘅话，佢人数虽然多吓，响个领地里边好多农奴，咁但系啲农奴系要攞嚟继续维持生产嘅。法国嘅贵族好多系要自给自足，靠庄园嘅经济嚟维持。咁如果我征召走太多嘅劳动力咧，我个庄园就会冇钱，即系冇产出，冇产出连自己都维持唔到，咁点打仗咧？咁样，咁所以只能够征召好少嘅农民，即系只能够拉夫拉好少人。所以明明有1500万人口，但系大量嘅农奴咧系要留低喺个庄园度耕作，而唔能够调佢哋走嘅。咁所以你可以征召嘅人其实相当之少，动员嘅烈度唔可以去到英国咁尽。咁呢个亦都系另一样嘢。咁另外仲有就系财政上咧，就系庄园经济好多系讲究实物经济，而唔系一个嘅即系货币经济。咁变咗咧就系法王能够收到嘅税咧，其实系由一堆嘅实物加一堆嘅奴役所组成嘅。呢个系好唔灵活运用。如果喺封建社会里边低强度战争就得，
但是遇到高强度战争，而且长期打下去的话，你长期靠这些的话呢，你没什么灵活性，我没办法用钱去招募更加多不同的人入伍，亦都没那么多的自由人可以给我 去招募。甚至你说喂，我不招募了，我索性去找雇佣兵，你亦都请不起，因为你不够钱。而你的经济是一团混乱的，那些经济。咁你全靠领主交唔交 tribute 俾你，如果唔交 tribute 俾你都冇佢付，你都 enforce 唔到你嘅 law。咁所以去到咁嘅话呢，英国俾嘅人工亦都低，法国能够俾军队嘅人工亦都低，亦都唔需要，因为其实都係由贵族俾嘅，由贵族自己去搞嘅。咁亦都落到战场唔会听指挥。咁因为法国贵族有咁强嘅独立性喺度呢，落到战场佢鍾意打一打。如果佢觉得冇着数唔打，唔够荣誉唔打，你要我学英国咁样又摆阵又成，更加唔睬你。咁所以变成咗呢，即係法国呢啲嘅传统嘅封建国家呢，个动员能力低，俾嘅钱唔足，装备嚟计呢係贵族嘅装备好啫，但平民嘅装备相当差，请唔起特种部队。亦都打唔到长期嘅战争，咁呢啲就係一个典型嘅封建国家，就係咁嘅样。咁跟住我哋可以睇下呢，唔典型嘅，例如英国咁样，到底变成点呢？咁英国嘅社会结构就相对好唔同。英国嘅社会结构已经唔係一个单纯，喺1415年嚟㗎，已经唔係一个单纯嘅封建国家或者一个封建社会。实际上佢已经有咗一啲早期现代社会嘅嗰种嘅格局喺度。第一，城市兴起咗，呢啲係早两集已经讲过。第一，城市兴起。城市嘅兴起令到城市人口增加。喺贵族庄园里面嘅人口就减少咗。贵族庄园相对个影响力都低咗。咁再加埋上两集讲过黑死病。即係话黑死病亦都扫荡咗一大堆嘅人口，令到其实本来乡下嘅劳动力好多都不足。咁劳动力不足呢，令到嗰啲人贵。你虽然法国都系死好多人，但你可以睇到嘅就法国嗰个人口相对仲系多。人口密集过英国。英国人口真系疏好多。喺疏咁多情况下，人贵，地就唔值钱。人就反为贵。咁於是乎其实第一有一堆人离开咗乡下啦，去咗城市度打工，去博一个新嘅出路啦。咁同埋因为人工贵咗，人即係劳动力唔够，人贵咗呢，甚至就係留响乡下，唔去即係我唔去城市，我都唔想博，但係呢佢人工高咗。甚至佃农呢可以系同个地主去签约。个签约系点呢？就係唔淨係话收钱。系话我可能服务到几时之后呢，你要分一笪地俾我。於是乎多咗好多呢啲自耕农，自己有一块田耕自己嘅地。呢个都紧要嘅，即係因为呢个同你话中国嘅嗰种自耕农话大佬得个有一亩三分地个家庭勉强生活唔同。因为当时地多得滞，但人实在唔够，而贵族自己都管唔晒。佢都集中唔到咁多劳动力，不如就係咁啦，我同你签份合约，总之你抽几多水俾我。当系俾咗保护费，但系其他嗰啲你自己啦。咁如果系佢自己 free hold 嘅，唔需要再向贵族交任何税，都冇任何打仗义务，即系话我唔需要再服任何奴役。我唔系话你贵族一声号令你要征召我，我就照即刻上嘅。我大佬我都系睇过先嘅啲嘢。咁就另一样嘢，呢一集即系差唔多系乡下中产阶级嘅雏形，而城市人就系城市中产阶级嘅雏形嚟嘅。呢一堆人已经出现咗。有钱有闲，咁你话城市人有钱有闲，咁如果你话冇钱嘅，咁又点呢？咁唔系个个有水啊？城市里面冇钱嘅更加乜嘢？有啲可能系做流民，但系如果有钱收嘅话，佢可以做雇佣兵，或者甚至直情就系投身军旅，做专业军人。于是乎，其实响1415年嗰阵时，相对专业嘅军人，有啲长期去做专业军人嘅人已经有，虽然唔系主流。仍然是贵族兵是主流，但是那个占比例来计已经多了很多，即是在英国来计占的比例多了，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参军。在乡下都是乡下，喂你说自耕农那就不能掂的 ,sorry, 有句粗口。你这样的话，即是我一离开了就没人耕田这样。但是耕就不再是耕什么了，因为唔系再系耕，即系唔系一定再系种呢啲嘅农作物，即系唔系一定点讲，唔系一定种粮食啊，
嗱，本来咧贵族庄园自给自足，多数种粮食，咁啊搭一啲其他作物落去。但系当有 freehold 嘅话，而呢一个独立咗出嚟嘅自耕农就变咗一个生意佬嚟嘅，其实都系一个小生意人。好多嗰阵时英国已经开始种经济作物，即系话宁可我种嗰啲嘢唔系为咗做粮食嚟卖嘅，我可能攞嚟酿酒啊，或者我可能攞嚟做其他嘅嘢啊咁样，或者啲经济作物有人大班人要嘅嘢，咁我咪种嗰啲嘢啦。或者唔系，我索性就留养草嚟做嚟养羊咁样，因为羊毛好卖，咁啊养咗羊到咁上下锯羊毛，咁平日就简单好多啦。放羊嘅嗰咩嘢，你唔似做呢一个嘅种粮食，因为种粮食要精耕细作，成日要翻土啊，有时候要施肥啊，又要疏水啊，好鬼麻烦。但系如果系养羊，咁咪有咗啲羊自己去食啫嘛，搵个僆仔都可以管得掂。有牧羊犬加个牧羊童，即系加个牧童落去，已经可以睇得掂成棚友，即系成堆嘅羊。咁你到咁上下先翻嚟剪羊毛咁啊！而且如果你喺一个村落里边一堆呢啲咁嘅自耕农或者一堆呢啲咁嘅人嘅话，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噶嘛。嗰个年代仲系一个熟人社会嘅年代，邻里之间会互相帮助嘅。咁你我帮下你睇，你帮下我睇，放羊啊简单过你走去种植。就算种作物都唔系每样作物要摆咁多精力落去，咁甚至呢度养羊嗰度养蜂咁，然后攞蜂蜜出嚟，蜂蜜本身有人要啦，攞嚟酿酒又可以再卖 meat， 嗰啲 meat 系中世纪欧洲都多人饮嘅，有时有啲人唔可以饮葡萄酒嘅嗰啲，佢咪饮蜂蜜酒，咁呢啲都系经济作物嚟，咁即系有好多谂法嘅，佢哋可以就变咗做生意嘅，根本就唔系再系为咗即系自给自足，耕几亩田养自己养到皮黄骨瘦，唔系咁嘅样。人咁值钱嘅话，边个睬你啊？系咪先？咁所以英国一种经济作物，咁所以嗰扎嘅农人已经唔再系旧式嘅农夫，唔系农奴添更加。咁呢个系有影响嘅，变咗就系影响到下一水啦，就系经济上嘅问题啦。除了个社会结构，因为多了那么多不同的人，你可以容易动，其实个动员就变了不用下下找个大贵族谈，因为有一群自由人，他根本没有人身依附的，我不是依附在个贵族上的，而其实你给到报酬我的话，我会跟你上去打仗，你招募兵，那些不是可以叫雇佣兵，那些叫募兵，就是招募回来的。雇佣兵就是有对，其实就是有一间公司的，通常都是。有个公司有个接头人，佢负责同你接头打呢场仗要几钱咁样。但系如果你系国家啊，国王出嚟招募军队，咁咪国王出嚟，哎 ，the crown 依家咧需要你嘅 service。咁如果你咁参军嘅话咧，每日薪有几多啊？打预计打几场？咁你翻到如果打赢咗咧，仲有几多战利品可以分？咁系咁样签噶嘛？佢哋啲约个谂法唔同，就唔系一个雇佣兵，呢啲系招募翻嚟嘅军队。咁你喂招募返嚟嘅军队啲战斗力未必得㗎喎，咁样呢个喺后面我会讲㗎，点解英国会有特种兵出嚟。咁呢就係变咗个动员能力好唔同。即係话君主一落命令嘅话，係可以直接唔需要淨係同大贵族卿，係可以直达民间。如果民间有人啱嘅话，就算你呢一个嘅贵族唔听使呢，我想直接喺民间招到有大把人可以愿意招募到。呢、这个亦都系你睇到点解法国想阻截英国嘅进军嗰阵时，而想招募军队，但系招嚟招去招唔够人，结果都仲系要挨贵族走嚟出马。而英国就冇需要，英国一嚟你谂下，嗰支军队里面长弓兵基本系招募翻嚟嘅，长弓兵唔系隶属于贵族，做得长弓兵嗰班全部都系自耕农嘅，唔系农奴嚟嘅，或者就算系呢个奴仆，即系仲系属于贵族奴仆，系高级奴仆嚟嘅，嗰啲唔系做落田做嘢嘅，嗰班系平日都系去练武啊，或者去帮君主做其他。一啲唔系种地嘅嘢嚟嘅，唔同嘅佢哋嗰啲身份，做长工兵嗰啲有翻咁上下嘅，即系比虽然唔系贵族，依然系一个平民，但系平民中算系即系中等或高等平民，系咁样计嘅。咁 anyway， 嗰个社会结构嘅唔同就变咗，法国只能够通过大贵族去做，就大贵族计紧自己条数，就唔会随随便便动员咁多兵，就算肯动员，亦都要计自己嘅庄园嘅收入。而只能够动员好少，但英国就唔系，英国相对灵活好多，佢哋亦都已经唔系再系靠啊嗰啲人去种粮食去俾自己，实际上佢哋就系计大数，总之我能够种到嘅作物卖到钱，然后我用钱可以去买到粮食翻嚟嘅话，你理得我，
而英國是有其他地方可以買到糧食回來，當然英國本身也都還是可以自給自足到，但是那個經濟那個即是個社會的結構的情況是可以令到國王可以直接徵召到多很多的軍隊，就不用下下被班貴族擋住，那這個是一。二就是這種情況下呢，城市的興起啦，紙間農下商業作物的興起啦，養羊下種養羊毛的興起啦，這些令到呢个社会经济除了活跃之外呢，亦都货币化。中世纪呢好多时嗰个嘅经济呢就因为唔货币化呢就变成咗系一系就收实物再加奴役，通常就是实物加奴役。但实物加奴役系一个唔 tradable 嘅嘢嚟。变咗依然系你下下就系要搵大贵族。然后大贵族呢就系我自己计掂佢咁样，国王你出唔到几多咁，咁变咗你就完全系卡住晒，就俾班贵族卡住晒，就即系唯唯唯嘅只能够。但系对于英国嚟讲，英国嗰个嘅英国国王，佢第一佢嘅税收已经多咗好多，用钱收。随住英国嘅商品嘅经济越嚟越活跃，去到1415年，其实收税都系收，已经唔系收咩几多担几多担嘅麦啊，几多乜嘢嘅丝绸布匹啊，嗰啲唔系嗰啲嘢，收钱。咁收钱就灵活好多啦。总之我够钱嘅话，我咪直接去民间招募人咯。喂，快啲嚟啦！嗱，如果拉得掂长工嘅吓，喺呢度踢船拉得掂长工嘅，准头有几多嘅？好，每日六便士，有兴趣就过嚟啦，咁样直接招募咯。咁又好唔同，而且用货币计嘅话，灵活好多，啲人亦都灵活好多。我呢段时间反正。有細路放羊呢輪啊，喂大佬，我都仲想爭啲外快，我就嚟又生多件啦咁樣，一月搏一搏啦，咁啊落去戰場度試下啦，睇下點啦咁樣，咁保到條命翻嚟，仲有啲戰利品，咁我錢多咗，我仲可以再買多啲地，或者乾脆唔係我去城市度經營一下，咁我可以為家改善自己嘅生活，或者改善埋屋企嘅生活 ，why not？ 可以去冒一次險啊嘛呢啲，咁用呢個貨幣嘅經濟嚟做底嘅話。除了经济更加活跃，货物亦都活跃，咁于是乎你物资丰富，亦都容易装备军队之外呢，咁你国家收入都高咗，国家收入高咗嘅多咗钱就可以征召呢啲油过去，就唔使再靠嗰啲旧式嘅人身依附咁唔灵活，用钱係灵活好多，点样使法，咁亦都可以用更加大嘅合理分配，即係话我宁可招一班精兵过嚟，好过下下挨贵族。又要俾庄园你，又要俾乜嘢你，封嚟封去，烦到出汁。而且因为用咗钱之后呢，实际上我去 command 呢班友都容易，咁你为钱打工，大佬你咪听我个指令咯，系咪啊？我叫你咁样，你咪要跟住咁样。你想唔想领你份薪水？你想嘅话，我咪要咁做咯。咁用钱计嘅话，听落好市侩，但系一切用钱计就一切都清楚。呢、这个亦都系另一样，即系经济上嘅原因令到英国政府本身用钱计灵活，亦都用清楚，同埋咧征召起上嚟，英国嗰个征召能力就强咗好多。呢个系可以点解英国动员能力咁强？咁第三样嘢咧，亦都系同法国嘅好唔同嘅一样嘢，就是、英国个政治个玩法唔同。英国政治玩法里边咧，就系、是、英国政府既系中央集权。但同時地又係有共識嘅政治，咁咧，因為如果你話法國咁樣先前咁講，佢嗰個朝廷，佢嗰個唔係政府嚟嘅，其實法國冇所謂政府，只有朝廷。朝廷就係皇帝自己，即係個國王自己私家嘢嚟嘅。叫齊幾個自己嗰啲大嗰啲咁嘅大貴族過嚟，大家加埋主教，加埋乜嘢咁啊？大家坐低商量啦，咁樣。咁咧，嗰個認受性相當低，來來就幾條友喺度傾一個國家咁大嘅事。嗰幾條友如果鬧起交上嚟，你都唔知咩事。而法國國王亦都唔可能知道自己嘅市民係點諗，唔知道嘅。要動員亦都動員唔到，要宣傳就宣傳唔到。真係要宣傳要靠教會，可能一要靠教會嘅話，教會嗰邊又會揾你著數。但英國唔同，英國有議會。实际上就是当初爱德华一世吓，讲紧已经是呢个1415年之前的百几二百年前，爱德华一世就是为了最初为了打仗搞出了议会啲美嘢出嚟，而议会的那个嘅可以直达落去基层，可以落到去民间，城市有代表，
乡镇有代表，甚至 even 去到自由人嘅农夫啊，嗰啲底层市民一样可以有代表，骑士有代表，教士有代表，大中小贵族通通有代表。一开会嘅话，那个你一征召落去，起码呢个 message 本身已经系全英国知道晒嘅。有咩有人喂国王开会要征召我哋，即系要叫我哋去开会咁样。咁就算喺地方上面，贵族依然对于民，即系对于佢下边嘅嗰啲自民嗰啲嘅平民有影响力都好啦。但系佢哋可以直接面圣咁样嗰班友，国王同你直接开会喺度倾，而倾起上嚟，喂城市居民。咁你要我出钱打仗嘅话得，但係你想要点先？你好似亨利五世咁样，为咗呢场仗初初开 Great Council， 即係贵族里面内廷讲唔掂，开议会囉。一开议会，议会话听到话喂你要攞返法国，攞唔到法国都要逼佢交赎金。一听到话逼佢交赎金啊，攞咩权益啊，嗰啲城市居民即刻拍晒手赞晒成。咁议会后来就系点咧？议会就批得打，而且批特别税，将嗰个税平日打仗嘅税加一倍。但系你咁样样，如果你试喺法国咁做咧，就包你即刻暴动。但系落到英国冇暴动，因为嗰度其实佢哋计紧数嘅，开得议会，所有人坐低摊盘数出嚟睇嘅话，然后佢哋都知道呢个嘅亨利亨利五世。是战神级的人马，这个是在他平定内乱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所以那班人是有数的。整班大家坐埋位开会，喂这铺打下去攞不到领地都不紧要，逼他交赎金啊，逼他交这样那样的权益啊，这样。那么城市居民固然有着数啦，那你就算乡下人不要忘记英国那个经济不是那种那么自给自足，已经是商品经济开始紧的已经是。就算是农夫都不是种田的嘛，他种商业作物的同城市大家有关系的嘛，我拎去市集卖的嘛，要。就算不是大城市都先去一些小的城镇到买，都去市集到买，喂那些都有代表大家坐埋位倾的嘛。咁贵族有贵族那条数去打的嘛，大家坐埋位倾掂数有共识的，加税的人照比，因为大家有憧憬，喂掂呢铺有机会玩铺大的啊，想穷都难咁样。咁那班人咪肯同你撑你啦。咁你咪可以动员到咁深咯，然后一落去征召啲人，喂，去打仗咁样，咁成班友就冲埋，去咯咁样。所以你以英国人口低咁多，但系你可以动员到咁深，同埋可以俾咁好人工。原因英国嘅政府本身就系一个有共识嘅政府，之余又系中央集权嘅政府。我哋唔好成日谂住中央集权一定系一件好坏嘅事，中央集权唔系个大问题。只不过就话入到去中央集权之后，嗰个权力系完全比皇帝乱咁嚟啊？定系话喂唔系国王坐埋位都系大攞共识，而且连民间都有人上到嚟嘅。某程度上，中国古代嘅科举制，当然啦个情况唔同啦吓，但系由民间选拔人 ，in a sense 原本都系有啲咁嘅目标喺度，就系君主直接我可以去到民间，而喺英国就用咗议会呢样嘢，我由你哋推举。你哋推举个你哋信得个人入嚟同我一齐商量，商量完之后，嗱咁出咗命令，你就要执行噶咯，咁就少好多扯皮、嘥时间嘅嘢。所以英国要动员，佢就动员得到俾你睇。但系法国下下就喺度扯皮，甚至内乱，甚至当时都未内乱完，咁你点可能动员到咁多人马嚟同你去打仗咧？咁样咁，所以英国呢种议会政治，而且依个议会政治已经推行咗百几二百年。再加埋大宪章都200年啦，已经系深入民心，所以喺英国人嘅嗰个心态，佢支持国王唔系话好似即系唔系话哦，我支持我嘅领主，拢追叫我咪去咯，咁样唔系。喂，国王叻嘅国王都会识得用议会，喺英国亦都因为识得用议会，先至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后来就变咗英国国王越嚟越习惯要开议会。喂，你开议会容易做到嘛啲嘢？当伊丽莎白二世那些很例外，但那些是另一件事，讲都铎王朝先讲。但是他有能力可以经常召开的话，不是要打仗，召开一召开大家讲点数。那他们甚至连喂你会派哪几个做你的副手啊，国王我知道你是一代战神，我们信你，你哪几个是副手啊，大家都会拎出来谈，喂你的计划是怎样啊，我们预计你要有多少补给啊，
你要租即係徵召幾多船隻啊，運幾多士兵過去啊，logistics係點啊，乜嘢係點？你國王就算唔係詳細商量，你都要簡單商量都要。而且就因為議會一通過咗，議會話得徵到税，跟住佢翻入去內廷傾嗰陣時，嗰班大貴族唔敢再出聲，立大貴族咪 yes 入頭，佢哋都徵召佢哋自己啲士兵過嚟。咁所以可以睇到個議會個作用係相當大。可以令到，亦都可以话有咁嘅社会，即系有咁嘅议会，有咁嘅法律体系嘅话，亦都可以造就到之前我讲嘅个社会结构同埋经济嘅变化，由完全封建式嘅嗰种嘅体制同经济咧，变成咗一个开始有前现代社会味，即系有啲初代现代社会味嘅嗰种城市经济啦、商品经济啦，亦都因为咁咧，人身嘅衣服唔系再系只系一个。一件附属品依附个贵族，而系有自由人出现。我系一个公民嚟嘅，翻其实现实社会可以话有啲复古嘅位置就系翻去到罗马年代、希腊罗马年代开始多翻自由嘅公民。而呢啲人系本身系对国家有效忠嘅，佢呢个忠诚系佢自己拣添嘅，而且系佢都自己帮潮就直接帮潮个君主，我都唔需要帮潮你啲咁嘅 lot 添，我亦都唔再欠你任何嘢噶啦，依家。咁所以國家一徵召，我梗係想啦，大佬，我梗係我擁護我嘅國王。喂，我總之呢個國王睇落似人樣嘅話，喂，我擁護佢。然後一聽落，喂呢場仗有得諗喎，咁樣捱辛苦啲咪辛苦啲，交高啲税唔緊要，我照樣去。而呢個亦都令到英國國王相對嚇國家本身嗰個 GDP 唔會夠得上法國，但係英國皇室至少係有錢過法國皇室。甚至难听啲讲，连欠债都欠得清嘅。嗱，我查考中世纪嗰段时间嘅资料咧，好有趣嘅就系，大家都话皇室系有欠债，而且欠唔少，因为长年打仗。但系英国皇室欠几多债系有条数嘅。哦，系40万磅就系40万磅咁样，咁40万磅好坚嘅啦，已经嗰个年代40万磅两年收入嘅啦，已经系。但系40万磅就40万磅系睇到，法国系冇数。法国收入无数，欠债几多无数，根本冇记录，一团浆糊，烂数一堆。英国至少有条数已经 keep 住喺度，虽然嗰条数都系好模糊不清嘅，但至少历史学家有啲根据，仲可以计得翻出嚟，预计大概当时欠几多。你能够计得清条数欠几多，先有 banker 肯支持你嘅，佢先可以去麦蒂奇银行，真系去麦蒂奇银行借钱嘅佢哋。咁但系麦蒂奇银行唔系傻噶嘛，嗰班友，你嗰盘数仲衰过当铺咁，大佬我点借俾你啊？嗰啲咁嘅符号嚟嘅，全部都系我都唔知你讲乜啊！但系唔系，你盘数虽然唔清楚，但以中世纪 standard 都我睇得明得啦。咁我借你都唔使收你咁狼咁，你识咁你嘅财政就既然个财政撑得落去噶，我就可以再动员深啲，加多啲税又唔怕，借多啲钱又唔怕。banker 肯借俾你，我收你嘅息都收得顺啲。我可能对你英国国王。话我睇你吓、啊、亨利五世一表人才，系嘛治理有能力，打仗又有能力。话你民臣武将全部齐晒，英国经济咁旺，百里食船啊！法国，喂你上次嗰条数好似未找喎、啊。阿查理六世，喂你知唔知我讲紧乜嘢啊？喂唔好游魂啊！喂唔好发牛痘啊！我知道你有精神病啊！大佬，喂、哎、你隔篱嗰个啊，个宰相啊，唔该你个公相同佢讲清楚，佢唔知啊，我讲俾你听。你上次嗰条数未找啊，今次唔借。如果真系要借得，四分息要唔要？我四分息嫌贵啊，两分啊，减一半俾你啊，两分息啦咁样。咁你死得啦，大佬，两分息你点还啊？你已经争一大堆数，仲要两分息。咁如果唔紧要噶，你咪唔好借。咁如果麦蒂奇银行唔借俾你，借俾英国，你觉得边个搵钱搵？边个多啲钱去征召军队，可以俾啲好啲嘅装备啊？嗱，法军啊，话装备好过英军咧，系要分开两节讲嘅。所以装备好过英军系指骑士鸡。咁法国啲贵族大老爷系钱系多嘅，咁大个庄园系咪先？咁多奴隶帮佢做嘢。咁但系嗰啲系集中喺嗰啲贵族老爷身上，但系佢哋啲步兵系一个先都唔值。法国嗰堆嘅步兵同埋嗰堆咁嘅弓弩手啊，嗰啲啲质素好普通嘅，装备都好普通嘅，集中喺贵族老爷度。咁所以实际上表面上30000多人。嗰支军队或者25000人咧，你当，但系真真正正嘅战力咧，其实喺贵族老爷身上。咁贵族老爷咧，10000骑士其实就唔足10000嘅，
一萬騎士已經係列包含埋一大堆佢嗰啲即係侍從兵，所以你當大概3000騎士到，然後就再配合埋一萬個嘅步兵嘅嗰啲有老爺，有唔係大老爺啦，即係有大老爺有小老爺，但係嗰扎大老爺小老爺咧，有啲係騎士，有啲唔係。咁當你加多1000-2000咧，其實即係大概4000騎士加多7000-8000個步兵。咁其實個實力並唔係懸殊得咁緊要，即係當然都係多過英國好多，但係都唔係懸殊得咁緊要。再加上英國只要識得利用地利、利用天時地利嘅話，令到嗰啲軍隊根本發揮唔到掂。咁呢個就係亦都見到嘅，就係個社會制度唔同，所以令到動員唔同，組織亦都可以嚴密好多。英軍嘅組織相對嚴密，因為唔需要再靠大老爺，下下要睇住你大老爺頭。啊！你大老爷唔中意咁得，我得，唉，除非国王好坚，国王威望好够，能力好够，压得住场嘅，咁咪听你国王讲。但系如果唔系，你就出事。但系英国就系相对地唔会个支军队散手手，因为一系就亨利五世，一系就亨利五世委任嘅嗰啲嘅总司令，佢委任得嘅，亦都系喺议会倾过嘅。大家同意咗嘅，你已经系唔会压支压咗落到战场嘅话，打仗号令统一都好紧要嘅。你唔系成班人喺度乱咁吹水，系乱咁吹水，而且吹完水又唔执行，呢个先系最攞命。大家合意就唔一定系问题。你谂下，睇翻去希腊时代，色洛芬带住万人长征，带住呢10000人嘅军队翻去屋企，当时佢哋都系民主投票。但系佢哋投票咗系会执行噶嘛？因为佢哋觉得我有份噶嘛呢单嘢。但系贵族大老爷嘈交，根本就喺度吹水嘅班友，全部计紧自己嗰个小算盘。一讲唔掂数就我唔撑你，你唔撑我咯。讲到个计划啊，哦系啊，执行啊，我睇过先啦。你叫我向东，我就向西；你叫我冲锋，我就企埋一边睇。咁你点打啊？呢支军队？但系你英国嘅军队相对个组织就可以严密好多。冇咁多贵族大佬嘢喺中间度阻住晒，已经去到个军队系依家有几分常备军嘅味，但系当然仲未系常备军啊，仍然系有贵族老爷喺度。但系贵族老爷本身至少都系有共识，做起嘢上嚟系协作嘅。咁更何况当然仲有咁啊一代英才有阿亨利五世喺度，就更加唔使讲啦。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可以话系个制度上面嘅影响。咁跟住我哋一讨论少少咧，就系特种兵嘅问题。点解英国可以出到长弓兵？点解同社会体制都有关系呢？咁嚟到呢度咧，要简单介绍长弓兵系一回咩事？咁长弓兵咧，嗰种弓吓，其实最初咧就唔系喺英格兰嘅，系威尔斯人用嘅。呢、这个亦都爱德华一世咧，当初要想征伐呢一个嘅威尔斯吓，想吞咗威尔斯嗰时咧，就俾威尔斯嘅长弓兵攻击埋伏。咁但系中个招之后呢，爱德华一世始终一代英主，一见到咁呢，当佢成功地吞到威尔斯之后呢，就将威尔斯嘅呢啲长弓兵征召入去英格兰军队度，同时都开始教授英格兰军队。咁呢长弓系咩呢？同弓一般弓箭有咩唔同呢？咁样如果一般弓箭如果依家嚟计，我哋去一啲射箭场玩 recreational 嗰啲呢，嗰啲弓呢我哋叫磅数啊，咩叫磅数呢？嗰支弓究竟用几多力，要用几多力拉到去几多距离，嗰、那个就系个弓嘅磅数。咁当例如，嗰支箭咁，即系当例如，如果你拿住支弓，依家现代嗰啲弓当你40磅，咁即系话咧，你用40磅力，可能要拉你一个手臂嘅距离，拉半个手臂距离，你用40磅力拉半个手臂距离。咁样叫40磅弓，吓、这个我好粗略咁讲吓，实际唔系拉咁少嘅，但系即系我咁讲啦吓，俾你有个概念。例如如果我拉半个手臂，用40磅力拉半个手臂嘅话，哦，咁呢个叫40磅弓。咁一个成年男人健康嘅话系拉得喐嘅呢啲弓，学少少就得嘅，即系有人教一教你点样拉，你会拉得喐嘅。咁但系呢啲弓咧，嗰、那个射程咧，即系有效射程，即系真系能够伤到人咧。仲要系着住盔甲嘅人啦，就算唔系着住板甲，即系唔系嗰啲中世纪最标志性嘅嗰种骑士啊，嗰种武士嘅嗰种，而系最多着锁子甲嚟计咧，你攞住个40磅弓，其实就算响
十尺或者廿尺你都伤唔到佢噶啦，已经系唔够力嘅，穿透力好弱。我哋普通嘅弓四十磅，普通 recreational use 或者有啲甚至仲轻啲，因为如果你要就一啲身材弱啲，你知现代人一般都比较文弱。咁你如果得三十磅或者二十磅嗰啲，更加系攞嚟玩。亦都就算你四十磅弓咧，如果你拉唔到去半个手臂，可能你系咁依拉一拉，根本就冇呢个能量添。话名四十磅，但其实你都拉唔足四十磅。咁呢个一个基本概念。如果你话古代要上战场，如果要想响大概十尺到廿尺距离，廿尺到啦吓，你要伤害到人嘅话咧。廿尺到三十尺伤害到人咧，你都要有六七十，要大概六十到八十磅弓之间。其实普通人已经拉唔喐噶啦。我哋现代人，除非做开 gym 啊，即系有练开身体嘅，咁有人指一指教你点样拉弓，都仲拉得喐嘅。其实就即系差唔多你谂下，你平日如果做 gym 嘅话，你做引体向上啊，做呢、這个如果攞住嚿嘢向横向后拉啊。或者拉胸啊嗰啲，拉胸夹背啊嗰啲嘅，即系拉弹簧啊，类似就系拉弹簧嗰啲啊，你拉到几重咧？咁呢个就大概差唔多系嗰啲嘢，唔易噶，几廿磅嘢，你唔好以为拉好易拉，好难拉嘅，其实一啲都唔易拉嘅，你个手又要好稳定，你仲要射箭嘅大佬，你唔系拉得喐啊算数。咁所以咧，普通响战场，古代战场用嘅弓大概六十磅。但是如果是长弓，长弓最起码80磅那个拉力，而且要拉到几多少，拉30寸那支箭是差不多30寸长，即是要拉到那支箭入晒去要有80磅。好啦，那你想想，这个只是基本最标，即是最低标的，已经是一般来讲标配不止80磅的，要差不多100磅到110磅弓。如果是专业的，已经是职业军人玩了很久的，即是做长弓兵做了很多年的，留得低条命，或者天生神力，或者 即是天生特别点的，最坚的那个去到180磅，普通都去到150磅弓，拉30寸，还要瞄准到射到人，那个射程就是30马或以上，即是差不多100尺，有效的杀伤人的距离。坚好多嘅，长弓个射程远好多，同埋个杀伤力好强，穿透性好强。如果你入到去，你话普通弓箭射嘅范围咧，基本上穿到盔甲嘅，或者穿唔到板甲嘅，例如你嘅头盔佢未必穿到，但系个打落去个撞击力都有伤害嘅。就算撞唔爆，你都撞到你瘀嘅会，你会痛噶嘛。咁同埋就系、是、如果你话响关节之间啊，即系。嗰啲板甲之間有啲關節位，嗰啲個鎖子甲直穿嘅可以，所以長弓係唔係講笑嘅？嗰、那個殺傷力好強，射程遠殺傷力強。咁所以呢啲咁嘅兵，你可以諗下係唔係臨時徵召就可以得翻嚟咧？當然係唔得。可唔可以由普通嘅農奴耕作嘅普通做耕作嘅農奴，可唔可以做長弓兵？唔得，營養不良。农奴我之前解释过，在庄园仔即系农奴，其实好差嘅啲身体，长期营养不良，三十零岁瓜得噶啦，已经系嗰啲有。总之你生到下一代，你死得噶啦，就嚟身体好残嘅，其实长期营养不良，稍微一病就好易瓜老衬嘅，三十零四十岁之间就死得噶啦，已经系。而呢啲嘅练呢啲嘅箭咧，第一你要成日练。第二就是你的身体要有翻咁上下质素，唔系你拉都拉唔喐啦。你嗰咁瘦弱嘅人系冇能力拉呢啲咁嘅弓。咁所以第一，佢要有一定嘅营养，亦即系佢唔可以太底层，佢唔可以有一个农奴，至少佢都有自己嘅收入。第二要有闲暇，因为你作为一个自由人，唔使俾你嘅主君日日喺度洗你，或者你一个高级嘅奴隶，即系虽然你系农奴或者你系贵族。即是下面的奴仆，但你都要是中级高级奴仆，你已经不用再落田做嘢，你是做其他的嘢，养马或者做警卫啊那些，那你相对地是吃得饱一点的，多一点营养的，亦都有多一点空闲时间或者有专业时间是给你去练习才得。而英国为了加强自己能够征召到长弓兵的能力，是下令英国里面境内自由人，凡你有价值，即是土地价值2磅或以上的人，逢星期
每个礼拜要有一日要去练靶场嗰度练习拉弓。咁当然唔系个个都系俾你做到啦，咁但系至少你个基础大好多。咁大嘅基础里面你再去选拔啫嘛，有啲可能普通嘅弓箭兵，但有啲就可以做长弓兵。而长弓兵直情就变咗一个独特嘅一个独特嘅社会嘅 class， 即系一个社会嘅阶级。Yeoman class， 即系咪咁读 Yeoman？ 我唔知啦吓 ，Yeoman。我读得唔准就恕罪吓。咁自耕农嘅嗰个阶层，佢哋有自己嘅土地，有自己嘅收入，佢哋有足够嘅时间啊，有足够嘅营养，有即系有基本身体质素，同埋就系有时间每个礼拜去练功、去练箭，要射满几多箭，而且系有 constable， 即系有当地有嗰啲嘅骑士又好咩又好，即系当地有人睇住，有 captain 睇住佢哋，喂，练功，有专业军人教佢哋点样去射，点样去射得准。咁所以英国有咗一个咁嘅特种兵阶层，你谂下颇不容易。你要征召到6000人，你200多万人口征召到6000个长弓兵出嚟同你玩，你估开玩笑啊？呢样嘢法国做唔到。法国请嗰啲有啲系雇佣兵，有啲系呢啲咩，亦都唔系长弓，佢啲系十字弩。十字弩嘅易操作好多，唔需要你有好强嘅体力或者好强嘅准绳。因为十字弩本身其实好多时都唔系用手拉嘅，或者系用器材拉，或者用脚同埋成个身一齐拉。咁但系第一就虽然有准绳，但系咧佢虽然个磅数高350磅，但系佢个拉嘅嗰个 draw 嘅嗰个 distance 得10寸啫嘛，即系加俾能量佢嘅时间，作弓嘅时间唔够。虽然佢拉到好行，但系作弓时间唔够，所以佢短程嘅穿透力好强，但系佢射唔得远。但英国长弓兵就系可以射程超远，而且穿透力一样咁强，可以远战。咁但系咁就你需要有一个相当大嘅自由民嘅阶层，佢先有咁嘅闲暇同埋身体做素质去同你练呢啲弓。咁由细练到大，只要系15岁打上就开始要练，到60岁你都要 keep 住练。如果你有咁长命啦吓，咁你谂下嗰个征召嘅能力有几强？而法国系冇咁嘅嘢，亦都做唔到，冇咁多自由民俾你，边有咁多人可以去练呢啲靶？但系英国系有法例，直情立咗例要练嘅，要求你要练靶。如果唔系嘅话，你会出事嘅，即系有问题嘅。要求你每个礼拜练靶，咁你自然就可以训练到一大堆特种兵，即系你个基础都大啲啊。咁呢个就系英国嘅社会，亦都系同法国社会好唔同。已经是步入一个开始近现代 的社会，所以才有这么强的动员力。好了，最后总结就是这一场亚金富尔之战，英军能够获胜，其实除了要靠亨利五世个人的军事才能，英国整个社会已经步入了现代初期，即是已经呢个封建制嘅末期同埋现代社会嘅早期咧，亦都系至关重要。咁呢个因为亦都因为咁样咧，可以令到英国嗰个嘅征召嘅能力增强啦，财政更加稳健啦，亦都更加俾得起钱去训练更加好质素嘅军队啦，亦都有更强嘅 logistic 啦，亦都撑得起个国家长期去打仗。而去到战场上咧，军队嘅嗰个号令亦都更加统一。咁呢一啲嘢咧，先至可以令到亨利咧，可以咧，即系咁顺利去指挥佢支军队。假设如果你话英国嗰支军队同法国都系一样，系封建制嘅军队咧，任得亨利嘅几有天才都好啦吓。但系如果你成班贵族大佬爷喺下边扯皮，或者一见到对手就唔理咁多，为荣誉冲锋，宁可咧为荣誉而战死，而唔系讲求咧要最后打赢嗰场仗咧，咁英军早就玩完咗噶啦。咁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睇到嘅就系，佢能够发挥到佢嘅军事才能，亦都系因为英国个社会容许到佢去发挥。而呢一啲嘅社会啊，无论社会嘅结构、经济嘅形式、政府嘅运作嘅方式啊、军队嘅组成啊，呢啲嘢咧都系需要成个社会嚟支撑嘅。咁就而唔系话单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呢个历史嘅。
咁啊，好啦，咁啊，总结到咁样咧，咁啊，今日讲到咁上下啦吓，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 comment、like and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咁啊，我哋迟啲再倾，拜拜。